三比四的一个漂亮封盖，轰炸了何乔登，127秒。这个球塔肯掉给何乔登，但是吃了火锅，空中火锅。对，张伟翔赏给了 Jordan Hadley。第三节比赛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漂亮地板球。今天谭杰荣其实在传球上的一个表现是很棒的，对，没有错。哇，这个球跳太高了啦！对，没有错啊，那直升机你懂吗？他是从台南坐直升机来，对，感觉以外在训练也会比较辛苦。哇，后面飞起来，直接把这球给删掉。刚刚这球从后面，雷神等你很久了。